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地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强劲的广东省佛山市，设有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学三个本科专业。2013年，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土木工程专业，1987年开始招生，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广东省特色专业。2013年获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2016年开始一本招生。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基础，获得广东省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广东高校土建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科研平台，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资助平台2个，承担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服务地方重大土木工程科研项目100余项，到账经费达5000多万元。30年来，土木工程专业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拥有 MTS 静动载实验系统、 MTS 疲劳实验器等一批国际先进设备，其中超高落锤冲击实验室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依托广东省土木与交通教学团队，土木工程专业获批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和广东省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研究改革项目10余项，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举办结构模型大赛，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办学特色。1987年以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2700人，涌现出一大批高层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推动广东公路交通和城镇建设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珠三角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急需大量的交通类专业人才。城市交通问题日趋严重和复杂化，急需专业的交通规划、设计及管理人才。依托我院土木工程专业路桥方向，2013年正式开设交通工程专业，拥有一支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专业师资队伍，拥有国内先进的科研实验平台、交通规划与仿真实验室、交通安全实验室和智能交通管理实验室，先后承担100多项交通类科研课题，通过与本地轨道交通企业和大型交通研究所开展校企合作，建立了人才输送的良好渠道。通过与交通主管部门的科研互动，探索出交通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色。经过30年的不懈追求、不懈拼搏，我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未来，学院将继续坚持立足佛山、服务广东、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定位，探索高校加高端研究院所加龙头企业的特色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奋力谱写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新华章。